希望你平安，朋友快乐，欢迎来收看《快乐我菩萨》。人生快乐如风中，生最是高，我最高当不爽。正对，两对。希望你平安，朋友快乐，欢迎来收看《快乐我菩萨》。人生快乐如风中，生最是高，我最高当不爽。当然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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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然了。希望你平安，朋友快乐，欢迎来收看《快乐我菩萨》。Open Gangnam Style。老师，你哪算对我好啦？你好呀！老师啊，啥事？你讲做人爱勤俭。对啊，做人爱勤俭啊！哎，那偷者人工会做乞巧。那但是咱俭的时阵该俭。该俭来俭啦，啊，该开就开啦。开就是爱开的无？对啦。那有人迄物件用到叫要歹去，已经歹去，搁咧继续咧用的啦。好，啊，你这种人，你这种孤单啊。孤单症啊，你孤单心态安尼，啊，物件用到歹，搁咧用。有啦，啊，这孤猫啦，好。孤猫啦，孤猫。搁孤猫啦，这种人。孤猫，迄孤猫是老师你讲。哎呀。那阿爸个不是安尼讲啊？那安尼，这个人一定歹到的呢。啊，搁无厝边。绝对无厝边的。好啊，做甚物？好啊，咁老师，啊，佮有啥较紧甲讲讲？啊，啊是甚物？是甚物？甚物人啊？啊个理由？先是我。你个料呢？我哪呀？嘿哦，民间用家伙拢离山西呀哦，拢报也佮你用啊。老师，你个知？因为我上去北所的时阵看到这吼，民间是你个料无吼？这条这条。你佮看嘛呀？我来偷录起来个啊，你哪有无？啊，你去北所。我讲过啦。我想讲我这抹布嘞，佮讲唔是。无啦，我说明你啦。变透明的呀！那老师，你这条面巾用多久啊？哈，太深了呀！我都可三年三年前的我，啊，这条更深呢，更深了。你是讲落尾带啦？我想讲我破哥哥啊，老师，哎呀，拖单调好啊。无啦，我等我说，哇，这多像个车都登路面。哎，你新的哦，也有诶面色吼，搁穿穿啦，啊，有诶是未吸水，哦，这今麦多灯吸水偌好诶，嘿，半个个吸水嘛，吼，诶，真多灯好势，可好哟，你欠工迄条钱诶啊，来来来，无要紧啦，这阿伯山，这条阁算改好诶咧，这个算改好诶咧，哎，你去等去调个路牌。我还没做抹布，哥，阿你破个个无多做抹布，单调。好啦好啦，这我问听人爱欠，欠嘛不是欠执行的。我那减开一颗，啊，我那孙就加一颗人开，对不？哎呦，侬欠咩好孙个对啊？我头伊得要当头胎。啊，我给咱老婆婿用啊嘞啦，含我含老师在拖鞋开嘴啊，我来拖去单调啊。讲够叫我去本社人捡回来呢，因为伊要念了个清洁啦。哎，奖一百块的人都抽奖，真正蛋雕，上面也是会使认真。哎，都伊暗时
暗时灯派也是开，啊开迄个铁锅，啊个抹抹就打就掉的啊。啊个一箱一百块，咱个用咩心呢？啊一百块，我开二十块，我去赚八十呢，我买二十块买掉，那个快干，那个不是快干啊，那个粘着剂，用的锅啊。好，啊个用没完。哎呀，啊个有剩，啊个赚八十，没剩啊。恁哦偷姐，恁来娶媳妇，莫娶姐姐么？做偷姐。然后，那欠，有，啊欠起来，你有这个做神书啊嘞？啊，都一定是安尼啊，我们得起来起来做。啊，真正嘞，啊做神书做干嘞吼，安尼去有记者来采访啊嘞啦。哎，真，一个采访啊。哇，还看一个嘞。好好来，咱的新朋友、老朋友过来看一。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来。一开始要起这个佛堂吼，所八卦的人，无一个人认为讲这是事实，因为我是一个无神论的，大家拢知影。啊，落尾手我甲因讲，我互因知影讲，为什么我要起这个佛堂？因为早当时我破病的时阵吼，啊一直检查无迄个原因，落尾手我去伫长庚医院检查了时，看报告是甲状腺癌扩散淋巴已经是末期。只要目睭闭紧，就减一工，迄种痛苦日子足艰苦啊！所以我就甲医生讲：“你甲我开刀。”问讲你为什么有这么大勇气？讲我就甲病交代好你，我甲命交代好伊啊！有一天暗时咧困的时候，他就来我的梦境跟我说：“你要找一块地，啊，盖一个佛堂，好好的进修，就这样子再完成这个佛堂。”林国雄出生于渔村，自小家庭贫困，从小就打杂工贴补家用。做事坚持，明白事理。除了经营生技产业外，同时也是惠安佛堂创办人，热衷公益行善。而这一切都要从民国九十四年谈起。民国九十四年，林国雄当时46岁，因长期喉咙不舒服，到医院检查却无结果。有一天在熟睡当中，刹那间感到疼痛不已，惊醒过来用手轻碰，却发现脖子左下有颗肿瘤。检查的时阵，我阁无认为我介严重，因为迄个时阵我体力阁真好。一直到我伫病院，伊甲我宣布讲我甲状腺癌扩散淋巴，剩三个伫迄个时阵，我敢那捡雷卡着安尼感觉，我敢那想讲，我即世人是歹性地，我从来毋捌讲过白贼，毋捌害过人。啊，为什么我会有这个运命？迄个时阵我咧思考的，我囡仔要安怎？啊！以后因要安怎？所以我一直有这个人，我想我有责任，我一定要去活下去。所以我就讲，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把这个病治好。我甲医生讲，医生，这个病无论如何，你一定要给我处理。事实人若咧破病治疗的过程足痛苦，尤其是这恶性肿瘤，只要是朋友入来，还是熟悉人看到，我当时我无法度当去。接受的这种的身体健康甲无健康的落差，啊，我着外头要走，但是要走的时阵嘛无体力。阮太太讲，叫我着爱勇敢面对。所以我着迄个时阵，迄句话我着认为讲啊，这是甲当作是种慢性病而已。所以啊，搁看了太太对我安尼遐尼正支持，所以我这个力量我着真大。搁加上背后有一个新的力量，互我做瓦壳，这是重点。人必自助而后人助，或许是林国雄平时的善心与修行感动到瑶池金母及观音大士来相助，而林国雄也向上苍发愿建庙，发愿行善。公取之社会，用之社会，可能我无遮伟大啦，但是尽我的力量，我做会到，我尽量去。因为从细汉，阮嘛是真艰苦的家庭，大汉的囡仔，所以是大人无在身躯边，拢阿嬷在带。啊！等我今麦有今我饭堂去盘的时阵，我感觉讲，在我们的社会、我们的地区、地方，有很多角落我们看不到、听不到的一些弱势，属实需要咱做会到人去帮忙。
像每年我们都有白米的赠送，啊，搁有的是冬天有暖被啦、夹克啦、大衣啦，哦，还有亲寒家庭的个案。惠安佛堂每年都会举办公益活动，关怀社会弱势族群。林国雄也用佛堂的名字创立了生技公司。从事广播业多年的林国雄，将生技公司与电视媒体结合，希望更能照顾老人的健康。我的赚钱不是白得，是我爱把这些老婆生、这些老大人的身体也顾健康。因为我虽然是阿妈带大的，所以我真了解这些老大人因需要、因要爱是啥物。虽然我力量不是真大吼，但如果会当的是，我们一直针对。怎么样去照顾这些观众跟身体有病痛的 老人家，我们尽量去找一些好的方法让他们把健康找回来。希望说我做的虽然一输啊，但是后面面跟上来的希望会超过我们，这样会更点头较好。分堂看看咧吼，我拢感觉可能别人看一摆了，我得阁加做足济。这个是静安啦吼，静安了，咱的民视电视台阁兼了 Much 年代 TV 呢，来采访老师做一个专题报道啊。啊，所以啊，用心的做的人绝对会被发现啊。哎，咱最主要，咱也不是为着讲要用发现啊，啊，都默默行善啊，都熟悉的啊，个我多个去用发现呐。这会搞尽量做安尼尔啦。好啦，就啊，无咱都细汉都拢拍命啊，惊啊，阿妈咧带，咱讲真正，我甲真正个嘛过过好日子。嗯嗯，真的啦，很可怜的，哎，我到了，我到继续。这一人一款命。所以就讲，老婆仔，你伫咱家咧消费哦，吼，咱也是呢，你一寡金要，咱嘛拢会当做善事呢。所以这个等于是咱老婆仔呢吼，我那咱做伙共同来做这善事。有啦，咱公司每一个月拢有拨一数啊，这慈善基金，过年咱佛堂里边也阿小天，咱的，诶，关于到迄个一个月一百块的这火车无留灯的基金啊，阿小天做，啊，无一个月一百块的无够用开啦，啊嘛是拢公司这边，逐个月拢爱拨淡薄啊过小天安尼啦。系啊，因为啊，就事实讲，咱公司这边是无啥赚钱，因为拢无利润啊。对啦，对啦，啊，所以要讲开，咱公司这拨过，这拢是咱消费者的人的功德啊。哎，你们，啊，这是你弟弟健康，啊，佮兼得功德的事啊。哎，好伟大，我们继续加油。哎，来来来来，家己吃起来，超级加油。一二三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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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左边，右边，右边，左边，再来一次，我们唱，我老鬼，我没鬼，你搞我鬼，哦，跳什么技巧啊？老要枪，是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。十一二三十一二三十三九一二三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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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一次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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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竖起来，投出去，噗，好好。今天我有一个同学来找我，哎呦，你当讲的同学呢？对呀，对呀，我的小学的同学啦，同是啦，同班同学。哎，阿开讲到阮细汉的代志啊，靠，细汉你有发生什么代志？不是发生什么代志，细汉有真济童年能够回忆啦。像即摆的童年拢无啊啦，即摆无啊，拢拍电动啦。你看像以前我拢咧踢电机，踢电机，啊电机爱用啥做？你知影？焦阿毛。
用鸡巴毛啊，鸡巴毛，你好啊，鸡鸭门顶穿开毛，鸡上拔起来的毛，简称叫做鸡巴毛。哎呦，老师，恁今天剃毽子拢家己做啊？我们拢家己做啊，我拢走去那个做尊所吼，啊，做尊所也有个挖虾。那你你收螺丝的时候，有一个挖虾，一梯啊，中一空的无？好，那个、欸、那个螺帽，螺、啊、帽啦哈。不啦，螺帽是那个，也是挖虾啦。好、哦，挖虾、嗯。我得去揢起来，啊来做。我嘛是呢。真的哦。好，啊来包包回去。你用什么毛？我用鸡毛。鸡毛，我用鸡上拔起来的毛。简称叫鸡巴毛啊！用黏的呀，你黏黏的呀！哎，毛个这像你目睭黑啊！你啊，还叫做睫毛？不是啦，无嘞啦！目睭眉毛，目睭甲目眉中间的毛叫做目睭眉毛。我白听啦，没啦，睫毛还讲目睭眉毛，目睭眉毛。啊！目睭甲目眉，诶，中间的毛叫做目睭眉毛，目睭眉毛啦。我惊你去学着啊！呢，真的哦，好啊，你计较呢？真正是目睭眉毛。我感觉无啥着诶。对啦，嘿啦，讲话就是安尼。哦，那爱讲简单，唔爱讲啰嗦，爱简单化。哦，鸡上拔起来的毛是唔该等鸡拔毛，还讲鸡拔毛，哎呐，对对嘛，就讲打炮，打炮，打牌泡茶，哦，那结完同学，哎，那你不来面打炮吗？哇，靠呀，你冲啊没？不啦，打牌泡茶啦，简称打炮。如果怎样，我怎样？我在五爷门，我来打炮。到底哪一？打牌泡茶，哎呦，真正耶！现在，啊，你好啊，啊，时间到，踢毽子，天哪，没办法，做囡仔吼，有作者一挂，即玩具拢家己做，像讲你打卡跳啊，哦，踩高跷啊，踩高跷，往个关你个，牛铃杆啊，无吼，大机个管的无。啊，白色啊，卡大起，样翘啊！啊，我们够升级版呢，够升级版。我升级版个时候去测迄个钉啊，钉啊，哦，一坑啊嘞，安尼打嘞，哦，可以当花，可以当大，你看我我跳，真正要跳，我食酸样我跳，你要跳好大，真正你也实在。好啦好啦，因为关心老婆才较要紧呢。好。诶，咱咧关心咱老婆婿，唔知有迄落有啊关心着无？我唔知。啊，无咧。诶啦，啊，今日同款个关心，今日要关心啥？你知无？关心啥？关心咱的胃的问题。哎呦，足重要诶！因为吼，这个胃你若无好吼，这个人伊营养未吸收，啊，营养未吸收，唔管你查甫人、查某人、少年人啊、老大人，你的身体都拢无好。咱古早人讲，人啊要长岁寿。就是爱为卫生啊，顾好健康。嗯，胃若无健康，人就未长岁寿。哦，恁所食落去的物件，第一关是一定定对胃的嘛。对对。你第一关无健康，你其他器官就免讲啊嘛。即摆重点就是安怎，你知无？因为哦，那无啥我问恁啦吼，恁自少年食胃散、胃药啊，食啊什么哦，健胃啊、增肠的啊，什么果、什么丸、什么有诶无吼？嗯。自少年食到七公斤啦。我请借问，你的胃敢好个？无，无啊。啊，安尼你要阁继续吗？你嘛知影讲啊，迄落安即落放屁安高什么呢？因为都毋是正经讲会当互咱个胃挂紧拢甲慢起来，无呢？问题无较好个方法啊？有，咱有方法啊。对。啊，就是老婆说你无方法，唔带一个胃病，带二三十担，带三四十担，拢袂长紧。安尼当然你个胃拢袂好啊。胃病会好，真简单呐。稍等下吼，我一个观念方法落来。那无啥，不管你是一车生的啦，碰风的啦，度调的啦，会做的啦，啊是溃疡的，十二指肠溃疡、胃溃疡的啦，消化不良的，消化无好的啦。嗯，那无啥，你拢唔免烦恼啊。啊，咱即马掌握这观念方法落去，咱的胃好去，袂一车生，胃袂做、袂痛、袂堵，对不对？人个会长岁寿。哦，真正
这没讲开些，都相停的相平相背好过呢。哦，咱第一啦，胃病好去啊，第二咱个肠胃消啊。哦，这种人没得罪你，我不骗你。人健康起来呀。哎呀，啊，无真个一老大人你也看，哎呦喂，你个看两个头一个带胃病。平均哦。两个人其中一个带胃病。在咱台湾哦。哦。来，先等下各位啦。好好。来，坐起。啪！江山剑客，豪气面对万重浪，热血。俺说的你，他开着那火鸟弓，啪的咻，啪的咻，啪的咻。来，天空竖开，竖到丹田剑开，吹合合，爱提纲加增念念。好，我那讲一，正平一念，正平一念，倒平一念，倒平一念，头前一个，后边一个，较好伊。二就是两年、三年、三年，一口气五年啊，不要紧啊。好，我那恭喜你。谢谢。我那恭喜。谢谢。我那恭喜。谢谢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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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哎，起歹念呢，拢对后边吼，按个人家吹的吼，啊，也是倒位卡车边个压的，个压掉的，啊，出去，安尼啦，啊，即卖头前这噪音啊讲啊，我真辛苦无地钱啦，哎呀，无地钱，我无钱通互你笑啦，啊无吼，安尼啦，月光族，迄落啦，看你变安怎拢无要紧啦。哦，我都无钱安尼啦。你莫甲我伤害啦。系啦。啊，你歹徒是讲哦，介济代志，即个，你查到入去客户物件，凊彩物件客户不会衰呢。啊，即阿你客抢无钱，无嘛甲分，安尼就对啦。哦，有接受个对啦。啊，晓啦晓啦晓啦，啊，就靠着甲流落安尼。哦。啊，迄查某拢卡成一堆一堆安尼。这主动哦。有。现在这拍多是讲，奇怪，你现在一直都搞出来啦！哦，你真正有影。这个嘞，那个昨天来讲，因为我头前都含你同款的呀。哇，看来拄到一个半男女的啦。哎呀，就是那个一直都搞出来吼。哎，现在一直都搞出来，我头前都含你同款的。真正唔像嘞，什么你感觉无感觉？我来讲一个做正经的，石头伯跟石头姆妈哦，伊早前啊哦，去大陆佚佗啊，啊大陆个一坐飞机去嘛，
啊，去住伫饭店嘛，啊，饭店嘛，过工哦，吼，人游览车吼，个来啊，个来载出去佚佗安尼啊，那载出去佚佗了后，然后吼，因坐游览车哦，那个导游个问安尼，哎，石头妹啊，石头妈，嗯，恁有要放尿无？好，要放尿无啦？放尿绝对是爱。哎呦，膀胱无力，食老花拢系。我跟恁讲哦，我和你讲，恁因这个所在吼，恁那是有门的，有门的，放一杯尿十块。哎呦，真正真贵。啊，那无门的哟，无门的，哈，无门的哟，唔免钱。啊，无门的免钱哦。哟、哦，我一头白讲，啊，有门好啦，我有门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佮放一杯，佮拢十块啊，咧十块，咧等下咧一个交流啊。啊对啊。即马等下到饭店的时阵啊，吼、哦，石头白佮家石头姆妈讲，欸咱咧放一杯药吼，袂好，十块袂好，拢看咱将咱的门啊剃掉好。哦，剃掉吼。剃了后，咱门啊再放一个拢唔免钱。哦，真正吼。过江哦，真正佫再出去佚佗啊咧。哦是。这导游佮讲吼，这头边恁佮要放药。要。哎呦，要咯。哎呀，我佮你讲哦，恁若是哦，无门的哟。哎。唔免钱。哦，无门的免钱。啊，那剃门的哟，五块。我剃掉你，你还跟剃门的哥哥？你是铁门呐、啊，无门呐、啊！正经，我讲阿呆细汉的时阵呐，阿爷阿腿阿咧算呐，阿算起码叫阿腿阿去甲喊着手，你知无？我靠得你呐，妈妈妈妈，哎呀，你阿先啊，阿腿阿搞喊着手啦，痛痛。哎，你妈妈就讲啊，甲啥个搞，甲叔叔诶，阿爷好个生奶，阿袂痛痛啊？系啊系啊。今晚能够去生啊！今晚你要个考灯来啦！好闲呐！我闲咯，阿嘴啊，搞我塞着去配。痛痛啊！妈妈妈亲亲，妈妈亲，按个金姐嘛。我拢未听咧。要，今晚第三遍个考灯来。个考灯来。我闲咯。阿嘴啊，搞我踢着小鸡鸡啊！妈妈，你搞我金金出出来嘛？你看你老爸都干过啦！北投味道决定为瓜粗卵，搁较怀念我的祖人，啊，搁较怀念也是你一人，啊，因为你是我的初恋，明知今生做伙无希望。祝你幸福，祝你快乐，我怨叹一份命运创敌人，是我含慢，是我含慢，啊啊啊！才着白白来牺牲一场恋梦。怀念也是你一人，啊，因为你是我的主人。明知今生做伙无希望，也不甘叫你放。叫你幸福，叫你快乐，我怨叹。一份命运创敌人，是我含慢，是我含慢，啊啊啊！才着白白来牺牲一场恋梦，只要你幸福，只要你快乐，我怨叹。一份命运创敌人，是我含慢，是我含慢，啊啊啊！才着白白来牺牲一场恋梦。
在咱的晋商为台中打电话来公司和我讲，张辉，我爱感谢你，你要吃鹏哥，我叫好你讲阿贤啦。晋商，咱讲真正，伊靠我的时阵，我搁唔知伊虾米人啊？伊人太济呀。因为伊有咧用我的观念教方法咧顾伊位啦，啊，我唔知影，因为个伊。是打电话来公司的呢，哎，即卖专工打电话讲，伊要甲我感谢一下。晋商哦，伊今年差一岁就七十啊，伊讲无爱讲六十九啊，七十岁。查甫人无爱讲道理啊，啊，其实你没相信的啦，无禁无忌啊，哎呀，忙甲禁忌遐有诶无诶啦，老菩萨哦，咱几岁就是几岁嘛，哎呀，无虾米通去聊啦，哦，啊，伊就讲。伊个胃病带托要到四十吨啊！四十吨，要到四十吨呢？伊讲啊，二十出头岁啊，讲胃都无好啊！佮带胃病啊！爱讲即世人胃镜穿六遍啊啦，六遍咯、喔！要讲个，伊算计顾身体啦，啊，毋过伊拢无方法啊，所以一个胃带三四十吨啊，胃病带三四十吨。伊会穿六遍的人，就表示讲伊有咧要伊。有个人一世人穿嘛无一遍，对不对？啊，伊有咧要伊。不过药啊，食食咧，啊，就好伊，好即马几两月日啊，就过来。胃病。啊，就过来，安尼。就带胃病。正常，伊甲我讲哦，伊有医生看甲无医生，有药食甲无药。但这胃病，我讲啊，你是安那？伊讲，逐摆穿啦，医生拢讲我溃疡尔啦。胃溃疡。嘿啦。我讲啊，幽门杆菌无，伊讲有龙啊，惨嘛。安那，你若有溃疡的人，那本身够幽门杆菌，这个危险呢。啊，拢危险。因为你即马这个空嘴，若无赶紧修补起来哦，迄幽门杆菌若冒来哦，迄个胃癌是安尼发生的呢。其中胃癌其中一项就是幽门杆菌，就是幽门杆菌。你即马问医生，发张辉我别讲的，张辉无别讲的呢哈。你若是有去穿过胃镜。确定你有溃疡啊，啊，佮有幽门杆菌，那么你就要赶紧处理就好啊。医生可能会开一礼拜还是半个月的抗生素给你，把迄个幽门杆菌佮抬掉。啊，你该就，唔过抬袂掉。抬袂掉，无你为甚物佮食药呢？伊你即马食的有一部分会死啦，好，啊一部分你会走去米啦，啊米哩肝米哩筋米哩腰子米哩都唔知啦，甚至到米哩心脏也不一定啦。啊！你即马连工都唔通多啊啦，都咧感冒啦，是身体咧较虚的时阵，遐个菌就搁走出来啊，歹势哦，出来都无再客气啊。所以老婆仔，你即阵若是有胃的问题，你袂使当作无要紧，我讲我胃听足久啊，无要紧，唔惊一万啦，上惊万一啦。年纪无同款啦。啊！你即马正几岁啊？哦，你要继续听吗？无啊，无爽快耶。所以咱胃病有胃病，老菩萨足济人哦，较早拢唔得拢买什么电胃的啦、整肠的啦，无什么散、什么丸、什么膏啦，主少人食较紧啦，啊你胃病阁拢无好啦，拢无好。安尼你是阁要食安慰的呀？哎，食大概也一空的呀，老菩萨哦，唔是安尼啦。有好什么物件拢无要紧，无一定爱找咱掌柜。对，但是耶，哦，啊你那是。啊，你若是拢啊，倒一个胃病，他妈创没好势。那么安尼，我就要甲你讲啊，讲张辉那一个观念方法落你，咱挂病金拢甲念起来。卖带胃病，安尼你袂无啦？袂弄。我那评论互因听，正常伊就是听我的建议。我讲咱迄菜啊物件啦，要放冰箱冰嘛是要用一个保鲜膜封开掉无？对。安尼较新鲜嘛。当然。咱的胃也同款，胃跟保鲜膜有关系吗？胃，这个胃酸甲着胃壁的中间一定要有一层膜啊，无咱的胃酸伊会消化咱的胃壁嘛。哦，咱胃酸是强酸。哎呀，到落尾你加六皮，伊破缸，伊破就出血啊嘛。胃出血就是安尼来的。哎呀，啊，所以你这个胃酸甲胃壁的中间一定得爱有一层薄膜，爱黏膜一定要修补。因为你有溃疡，就是歹去。黏膜保护黏膜。你看，咱落雨嘛爱穿雨衫，水甲冻掉的。物件要冰箱冰爱防保鲜膜，这个是大家拢有诶观念嘛。对。但是各位嘛是爱安尼啦，但是无人会晓做。嗯。无人会晓做啦，啊有个人做无方法通去做。对。
哦，咱讲熟悉就行。今仔掌握到一个观念方法道理，这种的问题你就免烦恼啊。我破坑的所在，有六川的所在。迄、那个一切生的无哦，一切生。我该烦恼恁恁一切生，因为你一切生哦，伊会去伤到你的食道啦。那么这个食道呐伤到，伊即卖迄个黏膜迄个哦，伊会破皮。啊，到落尾咱的食道伊会产生病变。食道癌就是安尼来，食道癌个是跟一切生有关系。对啊，你食做爱食烧，会得食道癌的人弄安那，做爱啉烧汤的啦，啊无得食高酒的啦，哦，或者食刺激的啦，啊是讲哦食西药无爱配水的啦，哦，这种人拢较容易得食道癌嘛。啊是一切生的，啊是一切生的起来哦，好去伤到咱黏膜，咱的因为咱的一切生起来，咱的黏膜伤到。伊就会公心吗？那我讲，安尼就去了了啊。食道癌。啊，伊在胃一空用管的，连刚食物件用管的。胃管。啊，对不对？嗯。过来就是，咱拿像胃溃疡的无？溃疡。胃溃疡的哦，那你的迄个幽门杆菌膜嘞，是不是都会出状况？啊，伊变啊好，伊拢浸卫生，你的胃变啊好。无机会好。就是安尼，所以你的胃变拢带二三十档、三四十档拢袂好。拢有我听是。啊，你若形成一个保护膜，专解保护开，这个空隙袂去浸着卫生，伊这个空隙就歹呀。修复。歹就好呀。修复黏膜。就是安尼尔嘛。哎呦。要讲开功夫吼，要讲唔。用江湖一江湖一点关啦，啊，要讲这唔值钱啦，啊，就是这个方法，就无人会要做啦。嗯，佮做袂到诶。哎啦，今按张辉就是要和阮家老婆仔讲，对，有一个机会。啊不，我请进门啦，你要碰风无啦？无，哎，艰苦到规个顶翘翘啊！迄碰风哦，足艰苦诶呢，哎，袂使去注射死人呢。哦哟，啊，佮你拍 A 啦。啊，有诶，堵诶，你要堵无啦？无哎，堵着。艰苦噶！哎，拄就是你消化歹物件停留，你的胃的时间伤久啦，哦，遐嘛袂使啦。嗯，我老婆说咯，对，啊是安做做的啦。哎，做，艰苦。哎，做的就是哦，咱的胃，咱的管那个胃壁已经有受损啊啦。开始做啊。哎，啊，即马做到尾就断疼啦，已经溃疡啊啦，就是安尼。愈来愈严重。啊，咱卖有去一讲啦。好，好唔好？好。老婆说，按怎会甲你顾？对。甲你胃顾好，你胃若顾好，咱就会当。吃到百二岁，人个健康啊！免去烦恼哦。啊，咱咸的、甜的、酸的、苦的、涩的、甜的、高的、汤的，两个大人拢挺好吃。对，以前甜的唔敢吃，今麦就敢吃。无问题。以前煮米的唔敢吃，今麦改成唔敢吃。叫消化。以前的有汤的唔敢吃，叫上敢吃。无唔对。迄个胖呐，有诶无诶，唔敢吃，即种个效果无。无问题。我咱张个弟的老婆婿，咱就加较有吃有吃福。啊无，以前少年无人吃。即马一个有钱，大行袂当食，啊，我还说甘要死啊！真正有影实在，大行甲食免烦恼。对，来，无牛猪皮甘保庇，身体健康正百年啊！咱做伙来各位。小酒搁再干一杯。走基本上是一样的，都是朝正面。基本上是入水水花，我们要做到越小越好。我觉得最紧张的时刻就是叫到你的名字的时候。郭信纯，我待会帮你们。那一刻，其实你是最紧张。深呼吸，防御就是最好的攻击。防御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事。你口罩戴反了。最重要的就是双手举高，保持大概在耳朵旁边大概45度左右。最重要一定要保持微笑。手大概就是这样子。一整天下来其实也蛮累的，会觉得肩膀有点紧绷，手有点没力。我会在内心告诉自己说，汤包我可以，我很棒这样子。来，乡亲好朋友老婆仔，赶紧啊，老婆长来啊哈。好，阮家老婆仔学到甲伊讲，好佳哉有这座老婆长，咱日子过外好过哩，过外爽快耶。好，来看你，看你，看你。来。哦咱今摆来拢唔惊食小食冷啊，非安动的哈、啊。老母长吼，除了咱未爽快以外，咱若拄啊出去外口食着无卫生的吼，食了大细肠咧无爽快的时阵哦，你对后壁随搁甲对两下吧嘞，5分钟就快活啊！来，赚1000块，
那我说，这老咱厝内面老人家拢爱准备啊，两罐，嘿啦，两千块。来来来，来送两罐。买两罐，恁的健康老师帮恁出一罐，买两罐送两罐。干脆安尼啦，这广告也卡落去啦。刷电电话套通的老师，佮佮送你一罐哦。阿不使咯，刷卡是无的哟。来开两千块呢。做秀做秀的呀。电话通，身体健康。空八空空空一二。五百九的电话啊！老师，安尼你手连无，现在手珠无啊，要安怎？手珠无啊？哎呀！啊无啊！哟！啊无无，这款十二罐头啊！这款哦，洗面乳，这是日本大品牌的洗面乳哦。十二罐头啊！洗面呢？哎呐，加一罐啊！刷电电话靠通江湖。啊，十二罐头啦！今仔日我叫优待。有有，啊，搁有，就是咱那个，那个。头拄只一个狗仔叫迄啰老母长个讲要爱出租个遐，哎唔知我唔知有拍嘞无？来空不空空空一零五八九个电话啊！电话要开靠通前十二位才有优待。老母山十二个都好啊吼。前十位。啊，这罐哦，这罐你有洗着你的耳朵？哦，我拢洗这罐。伊好洗好拖洗洗，佮盖轻松。啊，开一罐好早起啊。啊，盖舒服。啊，开一罐盖。这正日本的哦啊，大品牌，日本的大品牌哦啊。对。一组盖一罐啊，啊盖完得啊。好。哦，这无偌济啦，无偌济。十二位呢？那你好啊。喂。哎，你好。张先生好。你好。喂。哎，你好，我是你好，咱到位。阿伯哦。来，喂。啊，你我通啊！来，你好。喂，喂，你好，嗨。这个来你说，你说，来苦瓜生蛋啊！喂，来你好。哎，我台中。台中啊！来沙山里面来试试。林山，我地灰啊！这查甫查某拢当洗哦，这款洗面乳。这没得分查甫查某的啦，有面得当洗啊。有，有面大个毛面。来，你好啊。喂，喂，张先生好。阿西。喂，张先生好。你好啦，是啦，你好。哎，我的老婆长几多？来，咱多少多？啊，大虾。来，一刷大虾来试试。一刷。啊，这边慢吃，老师。饭前两粒。早暗两粒，两粒吃饭前。哎，啊，我拢甲透开啦。对。也透开，胖胖啦。好。好吃，好吃啦。啊，你啊，较需要的时阵呢？较需要的时候，咱照三顿啊。照三顿。哦，来你好啊。喂。喂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哎，咱到位。我那个工山。工山啦吼，老婆长啦吼。来，你刷保牛给你保庇，身体健康，我你吃饱哩。来，你个老师啊，因为我讲，这款阿西啊，鹅肉诶，好，谢谢，赞你了哦。来，一刷来试试，大中。这款鹅肉前面五届尤大姐哦，好，伊鹅肉加清蒸个。咱讲真正，即马吼，类似这方面的物件，伫市面上足济。对。啊，介济人哦，这食食，迄个食食，食到尾也是要来要食咱的老母蛋。足够满意耶！大家学到大家称赞。嗯。我再加几句。啊，是刚刚又有台鸟，刚刚电话靠通，刷电叫我老师给送你一罐老母蛋，伊我再给送你一罐哦，洗面皂，日本大品牌。洗面乳啊，这罐洗面乳，这日本的大品牌哦哈。刷电叫我。哎，赶紧来，来你好。喂，嗨，家人，家人啦，吼，你感觉买贵？哦，没有够多啊，没有够多啊，吼，来一双谢谢啊，恭喜你，人啊买健康，没有够多啊，买健康就是为家开始，啊，这买等于规家伙拢会当吃呢，啊，这对一回哦，得当吃个百外外回，哦，足爽，这啦，对一回得当吃个百外，一回够当好吃啊，查甫，什么人拢无要紧啊，对，身体愈无健康，你愈需要啊，我再搁个日子嘞。来，赶紧的，空不空空，空给你五百九，搁五组呢，最后五组，没有了，来给我优待啊，怎么啊？你明天给我买点安利三加一耶呀，安利马俗啦，但是今日电话靠通搁加一罐，有，搁加一罐，有，哦哟，不啦，那我先身体健康较要紧，哦，来赶紧电话通，来你个，喂，有，啊，这个贵了，你稍等下来一刷，谢谢啊，来你好。张威老师，安姐，安姐，好来，来继续刷安姐的试试。来，你好，喂，你好，哎，咱到位，我疼，疼啦吼，你敢买贵？买贵就做呀，买贵就做呀，来沙刷的试试。是你，哎，买了真正，吃了就饿了，买了贵就做呀，甚至个会介绍别人来吃。那个物件买等于规家伙大声囡仔，大家拢会当吃。啊，够有交代，有健康无健康，大家拢会当吃。老母长，像阮这拢固定的啊，早暗两粒，两粒两粒，拢固定的吼。对，啊，计我有食福的啊。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个三分钟啦，最后三分钟。那么啥啦？
搁三分钟就好。来，无优待呀。啊，恁那是过了有健康，厝边倒有甲咱倒小报，我甲你说多些啊。哦。啊，那是老菩萨，你真有看到，哎，赶紧咯啊，莫停咯，来你个。喂。嗨，你好。张木呀，好。你好，是你好。我被老菩萨。咱住里头。我水南。水南啊，吼。你捌买过无？捌的，捌啦哦，哦来一双一双，谢谢啊。捌啦，有听到吗？新朋友，那么正贵呀。该一个人哦。好。食到咱的老婆长拢讲好，长个样。名不虚传。你真正实在哦。做善事。快乐的活菩萨，真正。咱讲真正，我看到老菩萨，恁大家身体健康，我替你欢喜啦。无趁钱不要紧啊。来，赶紧，空八空空空一年。五百九的电话啊！啊，这教人啊，你让总教人啊，八五开哦。对啦对啦，啊、身体愈歹愈需要。啊，可能文清德。最后两分钟。安尼啦，北部两个，好、哦；中部两位，好、哦；南部两位，好、哦；华东一位，好、哦；平湖一位，安那么？安尼数二四六七八，准备位。备桌有没有啦？准备桌。两分钟啦，先拍先赢啊！看不看懂？看给你五百九啊！一顿久久，两顿小肚的爱吃。来你啦，喂，来你好。哎，张老师家好。啊，你好你好。咱住里头。我台南。台南要买鸡无？买啦吼。来一双人试试。我买正贵呀。来你好。买新买的。嗨，我是做。咱住倒。十字。十字啦，要买鸡无？买了。买了吼。来一双，不用跟你保庇，谢谢啊。双六组。拢要正贵呀！物件若无交代，咱个钱毋是刷在遐卡个老婆塞咯。咱一个个庙对，一通电话，你个有命就做改变啊！健康，咱唔能够互你遐个无爽快。对，电话赶紧拍互通。我即马咱要开始健康。搁一分钟了，做决定决定。今仔我感觉我的声暗暗。哦，暗暗哦。好，来赶紧来，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的电话。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。你身体愈歹也愈需要哦，因为咱那是讲哦，伫咱外口食着无卫生的，你是为阿爸甲赞落去。哦，对啦，我捌一摆就是安尼，食了无卫生哦，阿你无爽快，我伫车顶我随对阿爸甲对咧，阿爸告诉就好呀。对。哦，人就轻松啊。啊，而且你个爱早两粒两粒来吃。好啦，啊，剩一粒一分钟了啊。好。空八空空空一粒，我八九个两组。这两组，啊，你两个无去这组啊哦，你两嘛无去管啊哦。安尼马上啊，安尼马上啊，哦，剩最后两组啊。啊，你刚来买的，安尼唔好甲老师录哦，迄是咱今日都搁加送一罐哦，搁加送一罐老母茶。来哦，什么人？赶紧呢。就是你啦。剩半分钟尔。赶紧卡。哦，我今仔讲这个声音卡安尼。啊，是要甲你分落较大声的。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的电话。最后两组。但包括声音搞调调伊啦。我靠！就那做当当那的啦，有啦。我讲袂对啊，我。我袂来。我们这两组了，吼，老卡讲。今摆电话来小姐服务啦。赶快给我按两千块。是啦是啦。搁上咱日本大品牌的洗面乳一罐。一箱。老婆在继续卡，四号，四号呀，有四号是咱的桃园的郑太太哟、哦，点一首闽南语歌，这首歌叫做《那娇滴呀》，来邀请咱线上所有老婆在到闽南语唱。Thank you.
人无敢食一支嘴啦，吼，介些代志咱拢都爱有讲有做。世间有三种人啊，对，三种人，有上等人、甲中等人、甲下等人。安怎分？上等人就是讲哦，有咧做无咧讲的，有咧做无咧讲，哎、嗯，这是上等的人，点点啊做。啊，中等人就是哪做哪讲。哦，这嘛不要紧、啊。这个中等人啊，有咧做。啊，那下等人的哦，做我讲不要做。嗯、这种人，但啊，世间就这三种人咧，那我说你倒一种人。人讲真正吼，古早人讲讲，无行未出名。有这句话个对啊。无，就是讲无做代志未成功啦。哦，过不大不亮，哦，路不行不倒。哎。哦，对不对？嗯。还过无怕都未响啊。嗯。啊，路无行都未高，对不对？所以哦，古早人讲讲，无诶，无行你就未出名。有这句话，爱叮当，爱叮哦。安尼，咱做代志，较会成功，较有机会。啊，无敢只一支嘴讲讲，做讲的，大家做讲的，啊，讲讲的就不一定会要做哩。啊、嗯哦，这個、行动你讲开哦，咱就是爱有行动啊，有做就有名声，有成绩会成功。啊，对不对？人家讲哦，无行你就未出名，啊，有行。人就捌，人就知影哦。啊，就是啊，有个人是无行动，啊，无行动，你就无名声，无成绩啊，啊，未成功啊。哦，这个行就是行动个对啊。行动啦，就是行动，爱做啦。好。哦，也就是讲任何代志拢爱爬起来做，唔茫坐遐讲。嗯。那无啥呢？人都爱爬起来做啦，唔茫坐踮遐讲啊。爬起来做当然较辛苦啦。哦，啊，坐你遐讲较快活啦。当然哦。哦，对不对？唔过爬起来做较会成功啦。啊，坐你遐讲诶，免讲啦，还较有可能。诶，为了做未成功，我他妈干脆去吹手落去。但是干那讲坐咧讲哦，我你去开会理想开会计划都无路用啦，诶、叫做纸上谈兵啊。无路用啊。空中诶老客啦。好，白日梦。无有这个实现诶可能嘛？做梦。对不对？做梦啊，所以处。有成就的人，大家拢安尼做，搁做，拼搁拼，就对。伊叫做行动家嘛，话做就做，就对。哦，啊，无行未出名，咱也是老老实实在做。真侪人拢是因为安尼较有经验的啊。咱的经验嘛是做来啊。你敢你也讲经验？无。对不对？所以每一个人拢爱做，包括咱你顾身体嘛，同款的。嘛是爱。哎，顾身体哦，介侪人就是像咱有人讲骨病。就心病医啊呢，啊，伊都破病久啊吼，医生咧创啥，伊拢知啊，哦，啊要食啥物药，伊也拢知啊。久病成良医啊。嘿啦，啊，迄落，要安那顾身体，伊也拢会晓啊。哦。迄种经验嘛。好，久病成良医。对不对？对。所以讲，介些代志，咱老婆仔，咱无敢，你看咱掌握的先。嗯。我这行动派。话要冲啊，就冲啊！我话做，我就做啊！我积极的。哎，我未拖沙的人。而且个做头前啊咧，先驱。所以，阮家老婆生大概爱找咱张伟来讲哦。张伟咧做代志哦，较有一个长者啦。长者。嘿啦。长者。哎，这你听，你那人听无啦？我唔知什么叫长者。阮家老婆生做代志就是讲有长者哦。长者。有分寸啊。啊，有尊有站在有尊责哦，啊有交代，有站在啊，有唔是要啊，我白了，我白做。咱讲真，反正我等下讲老人话哦，这少年人听。少年话，我嘛老人啊嘞。你是老人哎。好啦。哦，啊老人，你冇听到老人话。我好真少罕见咧听这老人话，站在硬格啊，冇听过。你只这么讲，倒不如别开做啦。对。哎，有行动，这就是安尼嘛。行动家，对啦对啦。要顾身体嘛是同款，所以老师今日下好难，就是安尼。要顾身体，你该开始顾。啊，要顾身体，不是干那你遐想念呢？嗯。啊，听张伟讲的，你身体就健康啊，无好啦。啊，是都要开始有行动。行动家。没有。张伟教咱安怎做，你就安怎做。爱积极。啊，你那身体唔得顾会起来。你的身体都无我诶无好诶个，加紧啊！安怎个较早拢是诶身体是，分一个方个倒去啊！诶，皮包骨呢？嗯，
本一个风，要放一个屁，我就断断哪断偌远啊！啊，唔过倒断啊！倒断！迄放屁多亲像迄款那个冲天炮。老师，你看他紧急加黑哦，他放了不起来了。像冲天炮，然后进前。你写公文干呀？我意思是讲，伊身体做歹啦，点歌啦，真正有意思。七八九空八八空，七八九空八八空。屏东的电话，咱外婆头若要敢点歌，头前只麻烦你加一个空八。空八咯。七八九空八八空。七八九空八八空。啊，一通电话讲三句。对，三句。我带队，我什么人，我听什么歌。简单扼要又明了。啊，毛也猜啊。紧起来，我要烫着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小烫烫啊！小烫啊，中烫烫啊，大烫烫！这样子啊，我先心里卖个花艺而出来。看我到，有啦，有啦。哎呦，喂，哎，那是痴情的玫瑰花。痴情的玫瑰，这个是911，是要讲国语还是讲台语？啊，911的歌啦，哦，痴情玫瑰花，痴情玫瑰花，哦，好啦，哎，我叫你听得好啦，好啦，一路好啦，谢谢，好啦，来你好，喂，喂，哎，你好，你好啊，哟，台中生科，哦，阿拜喂，哦，拜你好啊，好，拜拜，来你好 ，Hello， 台北的呢，哟。蒜梅树根，蒜梅树根啊！你点你的迄来十二排，十二个月唱了都时间都够啊！你是免啦，出在你啦，你卖放遐长啦。哦，好啦，再见，拜拜。好，拜拜，谢谢。哎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我是同的油啊。啊，油啊，哎，我要点迄个消防旗的，你伫倒？你伫倒？我爱拜三号哈。好好好，好，拜拜，谢谢，谢谢，好，拜拜。来，你好。哎，小何。小河拜四河呀，我哦，好，拜拜。那你好，喂，你好，我很顺利。哟，啊，我电话再搁切掉。哎，赶紧点歌，未搁地搁切掉呀。哦，我在你左右。哦，我哈，一边哈一边哈，喂哦，喂，嗨，按着讲，喂，安东哦，哟。哦，叫老婆。你稍等下，稍等下，不要挂号视线啊！细说细说啊！啊，细说啊！无啊！啊，那个嗯，五条，十条歌点眉毛，点五条，点五条，搁你一猜，啊，搁创一条蒜梅树，可怜呐，有啦，我那里哦，这当面要更小的事啊！是恁两个啦，老师，是恁两个，红点五条歌在多接啊！我是恁两个，我可能见笑死的。啊，搁你一猜，哦，你老师你点工作些，我讲你听，嗯，人工的才介久的。人工看要采凉平啊，采好平，采顶平，采下平，啊无采好贵个，采那无正个，请西公阿瞧一下。未使家己瞧哦。你莫惊死哦。我，电话赶紧拨通。我，阿弟嘛。喂。喂。阿弟，我爱你。我你啊。山顶的春天。山顶的春天，拜哪个啊？好，谢谢。好，拜拜。阿弟哦。老师。是啊。月亮代表我的心。我爱白七龙啊。哦，谢谢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那你好，喂，哦，我跟你旁听嘛，哎，真，我要点歌啦，哦，中和，哎，中和，谢你啦哈，哎，我要点国语的《水塘柳》，水塘柳，哎，哎，变数要棒棒的《水塘柳》啊，我爱拜拜你啊，好了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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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你好，喂，那你好，哎，哦。什么歌？老师呀，有哦，你好，哎，啊，我想给你点一条歌哈，哎，什么歌？叫陈丽蓉的，陈丽蓉的迄个用生命过来啦。哦，啊，你什么人？我同同什么人？同我诶，我跟你朋友啊。同什么人啦？那你们现在不过是同黄小姐哈，我拜高恒啊，好，拜拜。好好，谢谢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嘿，张老师你好，有。我点一条歌，我只大了细林。哦，啥物歌？点一条红豆。红豆啦吼，好好。我记也台语耶，台语。台语啦吼，好，十分啊。
好，好，我跟你问看你什么人，就是说我如果拿到你的歌，下你家，我不知道知道黑暗几点的，对，对不对？啊，不然你没说，我就站起来，不知道三点的，对啦，所以我含你有买没买都是基础啦，当然是，老婆婿了，当然是会当买上好啦，不是，有买的人我，他也是点没买，我的人我做事不是这样啦，他这几个人看个看个一条花，他这几个人在做啊，你们如果打起来都没那么快啦，就都会当给你安排的啦，有啦，六号，六号，六号的哟，有什么歌？六号，我看看是什么人咯，网咖哦。网架网架，红椒仔啊，点一首《今夜又搁在落雨》。哎，做音响。点钟我要来关心老婆山的这个肝的问题，因为要讲开吼，咱有一位老婆山的囡仔，嗯，一再打电话给我，讲伊妈妈这世人的修行已经圆满啦，就是结那个，安那讲唔是斩眉走的啦，斩眉。一个是肝叫定气啦，肝硬化，肝硬化叫定气。
到落尾变肝癌，哎，伊家邓辉啊，佫唔知伊肝癌。因妈妈家己本身唔知。伊可能唔知啊，哎，你囡仔唔敢讲啊。他当时迄阵打电话给我时喏，伊拢定讲总讲伊的胃咧艰苦啊。结果唔是。安尼啦，啊，我家己了解讲应该唔是胃呢。我家己的囡仔讲，你的妈妈哦，你应该要带去大金病院去检查一下。结果检查到，已经要讲开吼，迄个肝癌已经真大，要讲个真严重啊。癌细胞。阿爷囝呢？你甲我讲安尼要安怎？我讲，这你茫搁外口乌白乱开钱啊！咱人爱有道德啦。哦，你都妈妈爱互医生看，啊，互伊食较营养诶。嗯。哦，无伊无多营，无营养啊嘛。你要食较营养诶，啊，你爱做心理准备，做囝就是。哦，伊嫁进安尼来啊，这个坎站来啊，茫搁想想济啊啦，啊，茫搁要乌，迄疾病乱投伊啊。我甲讲讲，你茫乌白开钱啊！你即马唯一的就是爱安怎做呢？啊！一再打电话给我，甲我讲，因妈妈一世人修行已经圆满了，啊，我都听有啊。这肝的问题，伊这就是早当时吼，恁年岁有诶，这老大人拢七十外嘛。嗯。迄较早就是拢做囡仔时代吼，拢食歹啦，哎。一、那个生的物件，像讲菜头啦、辟菜啦、咸鸡啊啦、咸鱼啊啦，有诶无哦？对，拢食伤济啦。拢是啊，佮生菇诶咧。有生菇无？咱唔知啦。一定有诶啊。咱一般若是生菇吼，古早人袂甲遐倒掉啦，即摆人是着倒掉啊啦。啊，古早人背背着佮食啦。对。哦，就是安尼嘛。啊，水果碰啊，歹个嘛，下掉才去食。哎，水果若歹去哦，规粒，哎，规粒拢，你莫讲歹下掉，哎，老好个食，哎，唔对啦。咱看无呢。哎，规粒拢未使去食。未使去食啊。啊，但是以前个人口实嘛，啊，所以就拢安尼嘞。食无应该食个。啊，那免怎？活化咱个肝脏细胞，有咱个肝吼，咱三顿所食个物件有毒个。哦，不管什么物件，食了有毒，拢爱经过肝给你分解。啊，分解了后呢，它搁个代谢出来，好个未吸收开，啊无爱个代谢出来，安尼迄毒素在咱的肝内面，啊，该代谢出来，咱就无迄个肝毒的问题。个袂带肝病。嘿，咱就袂有这個肝病问题。啊，就是因为咱随着年岁增，啊，搁咱较早。诶，新嘅物件食伤济，过年会有啊病痛济，中药西药也食足济，又不成个肝炎。啊，所以咱个肝个负担阁愈大。发炎啊！伊愈无功能，年会有啊肝伊都愈退化，但是咱下关个毒素愈加煞愈济，所以伊负担袂起，到落尾即个肝就产生病变。嗯，伊就歹互你看，伊就叫定你啊。肝硬化。所以即阵吼。那有咧食中药西药长期，唔管你一天食一粒两粒的啦，反正你若食上一粒以上的人，你都要甲肝顾好。啊，无你的肝袂堪治。袂，一天一粒，一年365粒嘛。偌济啊咧？啊，老无散咯。啊，恁毒素唔是甲这行尔咧？对啊，包括你酸痛抹药膏，抹伫手、抹伫脚、抹伫身躯拢同款啊。啊，无照咧呢？伊同款为门健康走对咱的肝来，包括大药包。同款哦，还是同款走因咱个肝来。那无啥，按张伟讲个话，你逐句拢会使甲问医生，看我有乌白讲无？咱张伟白乌白讲话啦，绝对健康个。讲笑还讲笑，即哦，即未使低效个。所以咱介只老婆生就讲，阿这是要安怎较好？啊，咱讲真正哦，即个肝呐，一旦带着就去了了。带肝病啊！我有一个换贴个妈妈啦，阿姨哦，有一天。你喝的油头啊酒啊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那个不要喝啦，他说，哦，我们这油头啊酒啊，我们这组团的呢，那我喝不下当啊，我们自少年就喝到尽啊，不然怎样啊，我说那个不好啦，因为哦，那油头啊酒哦，那种东西，尤其是那浸的油头，那都还没化验，还加上，现在那个土质的
的污染，水质的污染，迄个物件有毒不毒啊？唔知影。拢重金属污染啊，那你头痛。迄维密整个连米都未食一粒，更何况你迄个物件要哪食啦？哎，你唔听我的话，结果迄暗摇头酒还未食了，人咧艰苦，把肚膨开啊！我肚膨开呀！然后都肝肝叫定义家己，佫唔知影，介侪老人拢唔知影。哈，腹水了！介侪老大人哦，拢唔知影这个肝，因为袂疼嘛，啊，拢唔知影讲伊安尼，你安尼食唔对啦。啊，结果送去病院，啊，就我这算客囝，啊，客囝都去嘛是都爱。看伊倒伫遐呐，唔敢着，甲翻身啊，脚趾片啊，甲伊拍拍咧，啊，咪开讲，啊，讲两个笑话，互伊笑笑的，啊，无变怎，对不对？昨暝啊，搁去甲伊看啦，吼，因为以前我迄阵去病院甲看的时阵，像我昨暝去甲伊看，计当天透早，就走啊啦，啊，搁有讲有笑哦，昨暝啊，搁有讲有笑哦，啊，一再就走啊。挂病。啊，阵哦。上一日搞病房哦，插管哦，啊，我起身伊个管掰开啊，啊，全拢合起啦，啊，全开开。啊，因为你病院拢无接啊，拢吊声，我头壳拢甲破开，拢规样滴水。肝病，就是因为个肝的问题。那么说，咱讲真正，这足恐怖的啦。肝病，肝病。咱即阵吼，那有迄个肝包油的人吼，脂肪肝，你爱说你呢？为什么？脂肪肝肝包油是粗的，伊唔是一点油，甲肝包的唔是啦，是咱的肝内面的血管，拢塌掉迄个油啊，所以咱的肝内面的血管未通透，只肝全歹。脂肪肝，本来咱的肝是安作水啊，正常诶，啊到老尾肝变烂啦。所以脂肪肝肝会硬化哦。硬化，即卖现代是安那呢？一个脂肪肝直接跳过肝癌呢？伊无硬化，直接跳肝癌吗？伊无硬化，直接就跳过肝癌嘛？即马是安尼。啊，即马脂肪肝的人足济足济，包括即马伊少年人二十岁个有脂肪肝咧。什么种人有脂肪肝？你知无？什么款的人？无爱运动的人啊。那不是你有咧运动无？我唔知啦。无爱运动的人有脂肪肝啦。过来，大颗人啊。有较济大颗人。这拢会有脂肪肝啦。暗时晚睏的啦，超过十一点过较睏的啦，嘛有脂肪肝，这拢有脂肪肝啦。爱饮酒、食薰的啦，这拢会脂肪肝啦。有这个三高的，有糖尿病啦，糖尿病，这拢会有脂肪肝啦。那无啥，爱食甜的，爱食甜的啦，爱食糯米的啦，食胖的这啦，这拢会有脂肪肝。啊，一旦啊叫脂肪肝形成哦，你若无较骨力的哦，伊是愈来愈严重啦。更硬化，光长。爱过，所以咱未使无过。我一个拜送慰问金去荷兰吼，那些大处荷林啊，一日出来，结果我甲看资料，含我变一回。一出来我看到面相，我知影伊肝歹啊。安尼慰问金提好伊了，阿里也咪讲一下。我走经过差不多较无一个月。阮规台车三四个人，有那送慰问金啊，为迄条路经过，我咧甲内面的书记啊讲，哎，这间厝遐，咱顶位你介绍有来过呢？迄书记啊，甲我应一句讲，啊，咱走不落久就死啊！哈，迄肝就是安尼。肝咧？有阵一再啊，搁含你开讲有讲有笑的，硬暗都无滴啊！哎，有当时啊，未认的人呢，伊会肝昏迷啊。未认这人呢？未认的人呢？啊，有些清楚，啊，有些天透呢？会变安尼，所以肝一定爱顾。所以咧，肝无顾要干啥？尤其咱即摆食食太毒个呀。啊，那是咱老婆生，咱那有咧啉烧酒个啊，咧管迄落高脂应酬个，咱卖过爱迄落啊啦，咱就会当改尽量。爱顾肝。啊，肝爱顾好啦。对。一个人诶，这个肝哦，介重要啦吼，因为恁食咧三顿，食咧毒素拢总肝咧处理啊。对，拢肝咧解毒。老婆生，咱那肝那也要解毒，咱就较无毛病啦。啊，不是啊，嘴嘛较袂臭。哦，所以肝若无好的人，肝无好，嘴较袂臭啦。反正那肝若无好啦，嘴会臭啦。啊，搁有。啊，过来就是咱暗时会歹困啦。歹困。啊，辛苦熬酒啦。啊，搁生有诶无？啊，放就啊，黄就翘啦。臭就破面啦。啊，
还够足忝足忝的。啊，人介五生介五忝啊，人讲真正是安尼。肝歹，咱来过肝好唔啦？免哪过。其实无什么困难啊，那不散。以前你唔知道有咧过肝无，我唔知道啊，过了安怎我唔知啦。咱昨日今日要甲你的肝顾健康，就是一摆一个方案尔，好唔好？好。来买你准备干保平。哦。身体健康，食百年啊。再会来过肝。烧酒搁再干一杯。大家好，我是亚东医院张厚塔医师。接种 COVID-19 疫苗后，可以预防感染，降低重症及死亡的风险。目前全球多国都在致力于提升 COVID-19 疫苗接种率，然而部分国家即使接种率逐步提升，确诊及死亡人数却不一定逐步下降。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，千万不可以因为打过疫苗就松懈了防疫措施。防疫措施跟疫苗接种有同样的重要性。防疫没有特效药，无论是否已经接种 COVID-19 疫苗，都要戴好口罩，正确洗手，配合防疫措施，让我们持续落实防疫基本功，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，共同守护健康家园。来哦，一个月一拜，介绍一拜呢，就是今仔日量介少啦哈，啊有吃到的人拢做有福报的人啊，啊无啊你吃，一箍银咱张辉拢无甲伊跌落。一块钱哦，张辉都不给点的，来看你啊！来，非安动的哈，非安动的吼，那你健康宝，健康宝哈，健康的宝贝，健康宝。咱第一代健康宝卖到下下叫，今麦来愈来愈进步，换电健康宝哦，大家都学咯。好，还要更好。来，一克啊，一千。两盒两千块。免两盒送两盒。恁的健康老师帮你出一半哦，啊，那个做秀的呀。来讲。安娜。同款这款也加落。日本大品牌的洗面乳。这日本的大品牌哦。对，男女都有那种东西。这你啊，洗洗人会较轻松。啊，加一罐给恁后生，咱们今仔是这样一罐。哎，对。来，啊，加一罐给你啊，这无算钱的啦。这阵泡开，这罐搁加落。刷掉电话卡，通老师给送你一罐健康宝。阿伯生，咱无咧赚啊。对。啊，唔免开伤济啦，两千块五罐都给你，吃真久啊，够你足饿了诶！啊，身体够健康啊，早晚一粒就好啊，足简单嘞。你食啥物件拢会使个男做伙食，健康宝，老无塞咯。电力挂起互通，身体健康。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，今仔十二个就好啊。今十二位叫优待哟，十二位等啊，第十三位个我优待呀。老无塞咯，听张辉，老人动较久啦哈。啊，你好，喂，你好，喂，好，嗨。张老师，你好，你好，我要健康宝，来，我大了，大了，一双了，是不是？恭喜你集中啊！来，你好啊，喂，来一双，一双，来，你好，喂，喂，喂，来，你好，哎，我在集中，来三双，咱到位，三双，来，你好，来主动过来到你到位，来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来四双，来谢谢，老朋友啊，喂，哎，你好，喂。喂，来咱到位。喂，你好。喂，来高双高双。好啦，我听到，那怎么是他？是他的问题。我听好。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的电话哈。一个月介绍一摆健康报告是咱今仔日。机会啊，可能偷听忘记。哦，机会哦，个无这关嘛，无这关啦哦，这是咱今日老师带优待奖，优待奖有赠送的哟。真济老婆山哦，拢唔知影讲，咱年会有来哦。嗯。爱对咱的健康保险讲，人讲真正这重点嘛，对，这种介重点嘛。那你话，你看咧三顿咧吃，恁个需要健康保。老师你好，啊你好，我帮叫阿琴。阿琴，我来一双阿琴来试试。阿琴这样，安得对啊？喂，张老师，哎罗先生，好来一双小姐服务谢谢啊。来你好，喂，哎你好，啊我要爱健康保，咱住伫倒位？我罗州，罗州吼来三山无人甲你保庇。咱健康保咧遮，你嘛发觉讲咧较有精神呐。咱啊，做美发咧，也是咧开车开长蛇，咱的健康保爱对咧，吼。咱的翁，咱的囝老咧啉烧酒的，叫酒改改掉，啊若改袂掉，咱健康保爱对咧。那无啥，安尼身体较会健康。你听咱讲话，无那一旦去台就去了了。
协会都拜了，去到协会袂赴，真济啊，这无咧等人的，我无骗你。请咱一组官等来吃盖骨。来，你好哈，赶紧哦。喂喂，哎，你好，阿秀啊，阿秀阿姨。喂，哎，你好，来一双一双。哎，你好。喂。喂，健康宝，来二线健康宝来，谢谢。有，你有咧食烤面的人，就需要健康宝啊。啊，有咧高脂饮食、啉烧酒的爱，分酒过量的。哦，啊，咱那是暗时晚困的啊，拢爱。啊，伫工业区咧上班做工课。哎，工作环境啊，咧无卫生的、无清气上的拢爱哈。我伫都市区的嘛爱。来，赶紧过，我过过三分钟。最后三分钟。空八，空空，空一年。500G的电话啊！一个月才介绍一百秒哦，对啦，就是今仔日咯。哎，赶紧啊，老婆婿咯，来你好，喂，哥，哎，咱住伫倒位？林木，林木啦，来一线小姐，该有无？恭喜你，来你好，健康宝，咱住伫倒位？棒球，来二线棒球，谢谢啊，无你来报道，来你好啊，哎，好，哎，咱倒位？我家。三明窟嘞，来三山宝，你用个你宝贝，谢谢。啊，你个尿啊！咱哦，老婆说你爱听张辉个你苦劝哦，反面也较欠的，去做绝对蛮欠。那要健康安慰者，这好你袂欠起来。来，你好。喂，喂，你好。系，张辉兄。哎，我是你好。啊？我是啦。张辉兄好。有啦，有啦。我要爱健康宝。好啦，二山小姐好不？啊，你个尿啊！今天你要拢谈到的，老婆婿，咱讲真正哦，张伟是关心你，你若准做无够我买，你若有熟识主持人、亲戚五十朋友，厝边到哪有人咧买类似的物件，你有哪爱食？现代人，你无够我买，你有哪去甲别人买？有听到无？现代人足需要，身体较会健康啊！来，你好，哎，有健康宝，啊，来一双宝你来宝，来你嘛。啊，是啊，有哦，你那个一罐洗面乳，今天该好洗，该好洗哦，嘿，那就要就哎，我赞你，好，好来细爽细爽，谢谢。好洗，有人要用买，你敢知？来，你好，先搞一下，来，你爽你爽，谢谢啊。来，你好，喂，你好，有健康宝贝做，赞你，佮加一罐洗面乳，该好洗，该好洗，三爽，谢谢。洗个充满活力，洗个足清气的。啊，洗洗个盖轻松，哟，个服服帖帖啊，洗洗个盖好帮，哟啦，骨溜骨溜。啊，脑袋化妆的人个盖好话，盖服帖哦，真正。哎呐，你嘛看这种这款呢？嗯哼，这有人用买呢？哎，这正日本的大品牌呢？你个开一罐，好，你早讲，一罐好，你老生一罐家己。来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哟，哎，健康不一种。来，一双小脚步，谢谢啊。来，你好，喂，喂，哎，你好。你好，来来四双健康宝。来，你好。喂，有。我买双健康宝。来二双，谢谢啊。来，你好。喂喂，张老师呀。阿赞，嘿。哎，我买健康宝。来三双，不应该不，谢谢啊。来，你好。喂，阿叔你好。嘿。我来去抽。哎，五双不应该你不比，谢谢啊。这声音好听呢。哎，社会大家都学了，大家个称赞，这个是老师说了吼，足骨溜的，足水欢喜的。啊，咱个老菩萨，咱健康宝一组，那我给你加一罐，你吃。日本大品牌的哟，我加一罐你吃。好，日本的哟，这样日本的大品牌，足好洗哟。啊，搁一罐青豆啊，那个不油大呀，很鲜啊。嗯，十二位哦，超贵啦。但是咱搁一罐青豆，搁买一罐呐。哎啦，搁一罐青豆啦哈。有一罐，啊嘛买一罐。阿玲刚刚搞我买啊，空八空空。空一零五八几嘛？反正咱大家嘛是爱洗面。喂，嗨，你好。喂，请讲。喂，请讲啦，可以啊，怪啦。有啦，有听到啦。来一双，来一双。来，你好。喂，小姐。嗨。来，二双小姐嘞。来，二双。有讲小姐嘞。人工小姐。哦，小姐呀。哟。我想小姐嘞，我脑壳烧骨头。哈哈哈！大家拢做正常的好不？骨头小姐啦。哦哦。哎呀。冲几分钟？小姐有骨头的啦，小骨头的。冠军卡无优待呀，冲几分钟呀？后个月才有啊。有啦有啦有啦。后个月嘛无接管嘛无接管啦。有有有有有。冲最后几分钟啦哈，老婆在乡亲的朋友。有咧吃三顿个需要啊？两个头，各两个头。最后两组。啊，各两个头啦。好。空不空空空一零五八九啊。喂。来你好。喂。哦。你好。
喂，你好啦，来一双来这边。哎呀，这些人呢，新朋友啦，哎啦，哎啦，新朋友，哎啦，搁一位，搁一位啦，啊，空八空空空一零五八九的电话啦。有在吃烤面的人，有在红酒过量的，有在乱大夜班的，有在饮酒拢爱。来，赶紧来，你好。喂。来，一双，谢谢一双。九号，九号哦，是哦，九号我来看卖哟、嗯，哎，九号是咱这条哎红珠这样点播歌曲哦，男女的心声。这首歌曲，阮三明国的蔡妈妈嘛该听哦，蔡妈妈到底来欣赏。
发挥着咱母娘慈悲的心，护持母娘中天照明。南无山，大家拢真踊跃，后天恁真欢喜。这个时阵，这无劫时期吼，咱啊日运较无好诶，身体无健康诶，护持一个，磕磕卡卡诶，爱护持。咱都要护持，这个时阵就是阿德神、阿德人的时阵啊。咱咧徛街无平安咧，官司意外一堆诶，兄弟啊、伯啊、囝、母啊、囝、翁啊、某未斗阵一个，也是拢咧藏在咧烦少年诶。爱护持，尤其是查某人啊，多啊，少年的时阵啊，多有囡仔叫拍个闹起这啊，这拢按天家判手啦。这你业障无处理哦，你当时你都是拢未熟悉的。爱护持一个。一个月一百块，一工三块外银。咱都等于像去庙里买一个金纸碗同款啦。够当做工了。按张伟咧替咱做个工课哦，绝对袂予咱吃亏啦。啊，正搁差三位啦哈。我今日差三位哦。七八九空八八空，头前咱麻烦来加一个空八啦哈。电话通哈。啊，要咱好奇。你都电话拍来，加你的电话地址姓名，留予咱的小姐。然后呢？啊，咱一个月一百块，看三个月啊，半年哦，做开搞买一年拢无要紧。家己执家己的亏单啦，先过巴多加过做。即摆小姐寄单，互你收着单来去西门全家 OK 来有付，拢会当叫啊。拢免签名，免登记，免收小费啊。啊，这三位什么人啊？哎，就是你哟、哦，吼、哦，做幸运的这三位。差三位啦哈，可以当圆满啊。是啦，就会当做圆满的。因为咱每一间固定拢有几位啊。是啦，那你好，喂。喂，你好。啊，你好。记得好奇，张辉老师呀。老师，你好，你好。哎、欸，你好。哎、欸，安娜。哇一双一双，来你好，喂，喂，来你好，喂你好，喂张老师你好，哎你好，哎我要好奇母娘，功德无量，我咧吃百里来三双，来你好，喂你好，喂，哎，嗨，张贵雅小，好，小七六，哎，我要好奇，功德无量，我咧等会先往来四双，谢谢啊，来你好，喂，嗨你好，我要好奇，咱到位，坚定，坚定哦。坚定哦，坚定哦，功德无量，我咧吃百里来银山，谢谢。来，你好，哎，哎，你好，好，我买好吃。功德无量，我咧吃百里来银山，无量给你报告，谢谢。老师，咱跟你讲真好话啊，你啦，如果那是有超过名家，咱用你们阿仔名单来得一万公款功德介大诶。今仔日好吃的名单，门阿仔透早去到终点头路乡，按张会甲咱阿母编一遍。就是这。好、哦，阿门阿仔要做功课进程。过来编一遍，啊，第三遍卡，和咱的经团甲你落疏文，搁甲咱阿婆编一遍。赞无牛经的哦。你消咱的业障，一月你一百块就停了处理啊。一个人才开三块外钱。唔免讲要开几千几万啊，老婆生咱不得赚啊，你偌济钱啊？这个是老师替咱做的功课。啊，搁一分钟头。好。哦，搁一分钟头啊，七八九空八八空的电话赶紧拍啊。你好，亲老婆生，你即摆电话卡开，老师亲自做好不？来，你要赶紧哦。来，你好。哎、欸，你好，我好奇，咱到位，我新北去，来夜山功德无量，我咧吃百里啊，谢谢。原来身体无好，吼、哦，好吃一个介好，阿德心阿德钱，莫急死去啦。嗯，啊，那咱家己自运无，有人讲啊，自运有好无？你看你身体健康无？看你代志有顺失无？就知影你的自运好歹啊嘛。身体若无好，你的气个较虚气啦，较虚你个还比较较倒霉啊！这个时，这个时阵，我得爱得行啊，得练的时阵啊啦。嗯，阿伯山，咱一工开三块外银。来，咱做功课，来。现出席，张会的家来恭请，着咱母娘慈悲，主公破起来跟保庇啊。在我们这个嘉里区嘉南路590巷7号洪贵琴，六国乡廖中巷13号廖阿忠，中间病院洪山分院10楼 A 栋17房 A 床，咱的卢顺兴，安南区本源街2段106巷59弄72号陈文轩，中间病院高病房13楼33-75层黄胜杰。公馆乡尖山村6林尖山78-2号廖雅辉，观音寺观音路2段222巷26号黄文杰、黄冠辉，高雄严重病院8楼8110控，咱的高明顺，
仁德区中山路500-9巷18-2号11至三楼，林玉轩甲曾志威，包括在咱福音病院7楼751病房，张明丽。台北大同区中兴北路335-44号3楼吴怡轩，台东区中兴北路378-4楼祝金刚，南投东山路114-2号罗玉贵。而且恭请咱保良慈悲来跟保庇恁大家身体健康，一切有顺心哈。那么咱才有真侪位来跟咱保良当天照明来扶持，一个月100元，功德非常大哈。台南的北区柯宾德12个月，中和蔡朴贤6个月，台北的文山区莲香12个月，台中市清水林恩转6个月，大家东泰文6个月，太平林英雄6个月，嘉义西区林青青6个月，台东罗文店10个月，南主区林金英、林登和各5个月，林恒、林秋贤、黄圣元、黄圣杰各6个月，功德无量哈！张伟杰来恭请，着咱无量慈悲、慈光普照来跟保庇哈！我哋当政府小个实在因素增多，公民做两通地位开通，弘扬化解改易生祥，财源广济万事大吉，福慧双修，法喜充满。咱即马来尽量做咱的智慧容易。手把青烟插满地，低头便见水中天。欲尽清净方为道，退步原来是向前。又过来到着咱智慧容易这个单元的时间，而且非常感谢在咱电视机头前的阿公阿嬷。电视机头前的乡亲是多好朋友，咱诸位神仙大德、诸位菩萨、诸位师兄师姐，时间一到，一定含咱做位伫咧做这个功课。小丹，请各位再把今日这个功德，咱来回向我天顶伫咧杯、涂骹伫咧扫、水面伫咧受的一切众生，也请把今日这个功德回向我在苦的灾民，欢迎大家平平安安、赶紧来过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。也请把今天这个功德回向我们的亲人，我们的阿公、我们的阿嬷、我们的爸爸、我们的妈妈，回向我们外面读书做工作的孩子，让我们大家平平安安过。那么去年的时候念珠，我们请给念珠请起来，不念珠我们请相处合掌，心肝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。我们来延续的人早上的话题了，咱讲到着这个善行的一个标准啊，善就是爱来利益社会、利益众生，啊，要安怎利益？咱家己爱做一个好的榜样，互咱的社会人来看。释迦牟尼佛伊示现的样，咱有哪爱来学？因为伊是王子出身啊，哦。你这个社会有真崇高的地位啊！你甲想讲，伊会当来舍弃伊的地位，舍弃伊的这个富贵，舍弃伊着五欲六尘的一个享受，啊来过是世间上界贫苦的一个生活。这哦，这就是咧教导着咱啊，爱彻底放下啦。想过当哦，下日手爱出力啊，放下就轻松啊。这个是世尊给咱的一个榜样。世尊如是，诸大菩萨、祖师大德无不如是啦，拢总是安啦。所以有处，咱应当爱有所觉醒，要安怎来救你家己？要安怎来救这个世人？要安怎来挽救劫难？爱以身作则啦，那言行不一。对待事拢无帮助啦，也未当来转变这个业报啦。不但未当转变你的业报，还佫有真重的这罪孽啦。什么罪孽？
因为第一你破坏佛教的形象，这个定义是在破和合经经呢，啊，安尼殊胜的大法，今仔日为什么会如此会一直衰落？因为无人咧依靠奉行啊，无人为人演说啊，为人演说就是方法理性嘛，依靠奉行就是咱来主导嘛。啊，要依什么教？依咱今仔日部经叫做十善业道。所以咱今仔修净土，为什么要搁如此来重视这十善业道？因为咱这个《观无量寿佛经》哦，顶关都讲啊，修学的基础就是净业三方啊。什么叫净业三方？第一，就是爱好用咱的父母、奉师师长、诸心不杀修十善业啊。十善就是所指的今仔这部经，号称尊师，诸心对一切众生无私无我的一个爱心啊。所以一定要落实在咱这个十善业道的。啊，若是无这个十善业道，这三条都无都通去落实啊。所以，把咱的十善业道做出来，哦，做好大家来看，让因大家呢，一旦见闻，哦，各地内面拢会当来体悟到，你这个感悟才会当回调。有安的基础，才会当来修这个净土啊。固着着这个净业三福的第一条，念佛会当往生凡圣同居土。固着着这个修持三规，哦，固着众戒不犯威仪，往生方便有余土，乃当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托诵大乘，恳请应者。那么往生十宝庄严土修行的这个根基，就是在这嘛。啊，无大家能讲讲修行，修行，人家一基础的修行，你修他家遐呢，含么半项。无量寿经典观哦，当中都讲三辈往生，就是具足的十善法啦。所以，咱的这个净宗在咧念的，咱这个雕木。课数雕木课数本啊，早课就是四十八卷嘛，啊，暗课三十二到三十七品嘛，内容就是咱的五戒十善。什么叫早课？哎，用意是啥？早课的用意就是教咱要安怎来发心呐、啊。透早起来，你得发一个心啊、哦！我今仔日要和阿弥陀佛同心同愿。咱透早起来，大家大刚透早起来，拢爱发一个心就是安，发心就是安呐。我今日就买来阿弥陀佛来，买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呐。啊，若到暗时做暗课嘞，像即阵做暗课都要反省啊。啊，我今日有讲唔对，做唔对无，有想唔对无，检点家己的起心动念，甲咱的言语造作，这毋得是咧做暗课，啊无干呐，讲啊刷就刷。啊！这个空心的碗糕我看无呢，是不是有含佛？一个教会有相应无？这较重要啊！烦恼内面上个严重的就是贪用嘛。你这个嗔恚，就是因为你贪未到，你才有嗔恚，才来掠狂，才无欢喜啊。所以贪嗔痴就是妄念妄心，邪知邪见，这就是自性本无的。可是众生无量劫以来迷失了自性，当劫轮回染上着这个毛病啦，这同阿食毒同款的，等于染着啊，无毒不比错呢。咱家己爱讲哦，一定爱下定决心来给戒毒。食毒的人戒毒无简单呐、啊，哦，这无数劫以来所积落来这毒瘾哦，已经拢定根落去啊。哦，戒毒当然更加困难了。那么要安怎来解读？唯有就是一门深入，当时分修，咱才当回头时间嘛。即阵啊，靠达工，而且啊做功课要功课也阁无啥够，啊，你都要隐隐啊坐落来时阵，都要想，爱去讨论详细，爱去甲了解依教奉行，一工都袂使放松。古代
一时一钟里每一工拢有八小时伫咧讲经啊，古早时来，啊八小时咧修行啊，修行哦就是讲反省思维来改革自身。哦，即阵一般的寺院，安尼功课已经可能拢无啊啦吼，哦，拢一个形式尔。所以佛法，诶，这个原本就是教法嘛。啊，即阵留意咱形一个形式，无实际的内容，变成宗教呀，变成迷信呀。所以咱无这个能力去分别是非善恶啊。那无啥，你有在听无？什么叫是非善恶？你敢看？你看无啊？诶，面无写里面啊。好歹都无写里面，当然更加无有能力去变，什么金蒙厉害得势啊，更加无可能。咱今日家己未行，佮带予社会大众在痛苦，所以学佛一定爱干我，我个人爱干我，个人解脱，帮助别人干我，别人也会当解脱。啊，时间的关系，今日我做到这，咱就要做回向。咱们两句唱对，我两句吼，愿意出功德。回向诸众生，解脱三界苦，解发菩提心。请往正啊，咱个地盘开，这两嘴、三嘴、五嘴、甲吞，未十条文字爱记是咯，吞一嘴，别人一句，阿弥陀佛来请您。即阵咱看电影哩，即阵看啥电影完？阿弥陀佛。种种灾厄如灯火，斑斑祸患似水消。佛愿母娘点灯十二愿，第一愿事业兴旺，仕途高升；第二愿大了爱用这条白瓜一碗过三汤，汤宝贝姐到你的形象。
大家好，我是黄宣荣医师。在国人团结努力下，武汉肺炎疫情获得稳定控制，指挥中心鼓励民众例行防疫新生活运动，提醒民众不分行业务必落实社交距离，室内保持 1.5 公尺，室外1公尺，无法维持社交距离时应佩戴口罩。另外，营业场所内可提供干湿洗手设备与量测体温，并采取实名制，执行人流管制及环境的清消。场内可运用隔板或采取梅花座维持适当距离，保护员工及消费者落实防疫。只要个人及业者都能落实防疫，集会即可不受室内100人、室外500人的限制。防疫做得好，恢复正常生活步调没烦恼。